第二十五题，小杰家中冷气机标示为220伏特，2000瓦。若每天冷气运转4小时，每度电费5块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看到标示2000瓦的意思，就是一秒钟就会消耗掉2000焦耳，所以它只要4秒钟就会消耗8000焦耳了，而不是一星期消耗8000焦耳。选项 A 是错的，2000瓦就是2000瓦。2000瓦，那么用了4个钟头就是8000瓦小时，那么就是8度电，所以呢，它一天就用掉了8度电，而不是一个星期用掉8度电，所以选项是 B 是错的。1度电5块钱，8度电就是40块钱，也就是一天就要花电费40块钱，而不是一星期的电费40块钱。选项 C 呢也是错的。那么我们可以提供110伏特、800瓦使用几个钟头呢？我们是2000瓦，那么我们每天用4个钟头，那我们总共用了7天，会让我的800瓦用多少个小时呢？我们消掉2个0，然后24的8，80乘以7等于8x， 所以 x 就等于10乘7，70个小时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提供800瓦的电锅使用70小时。选项猪呢是对的。第25题问我们说，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。此冷气一星期消耗的电能可提供110伏特、800瓦的电锅使用70小时。